角里蹦出一只黑耙子，小家伙爬上床，一圈一圈缠住男人胳膊，不一会儿竟爬满了全身。而当他醒来，身上的战衣已经变成了黑色儿。不仅如此，之前的超能力也得到了强化。原来黑耙子来自外星，跟随着陨石来到了地球，无意间粘住 W 的电驴子，跟着他就撩回了家。 W 觉得不对劲，将黑战衣封存了起来。而这时钩子继承了父亲衣钵，他重建飞行器，又给自己注射了增强剂，华丽变身成了小绿皮怪。这天 W 买好求婚戒指，骑着电驴子回家，结果却被突然怼飞了。钩子站在飞行器上薅着他走，一抬手臂炸出尖刺，猛地划向 W 的小腹，再把人怼进墙里，抠都抠不下来。 W 不断闪避，始终没有还手，小钩子却丝毫不留情。丢了求婚戒指的 W 终于发飙了，他用蛛丝糊住钩子的眼睛，一把将人甩飞，接着赶忙飞身跃下接住戒指。钩子紧追不舍，两人在狭小的巷子里你追我逃。绿皮怪趁机撇出炸弹，结果 W 一个反弹挡着脸避过，一抬头给一个刚刚越狱的犯人正被警察围捕，他被逼到无路可逃，直接翻过秘密基地的铁丝网，可没跑两步脚下一空，直接扎进了巨坑里，三根电容器同时落下。科学家们并不知道有人闯入啊，直接开始实验，电容器飞速旋转，原地形成一圈沙尘暴，大量的硅元素进入到他体内，改写 DNA 将细胞沙化，犯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子一点点随风消失。而等到警察赶到时，坑中只剩下了一堆沙子，平静的沙堆突然开始蠕动，一个人形沙怪渐渐露头，他捡起不远处的怀表，看着女儿的照片，凝心聚力，站起来竟幻化成了人类。原来他就是昨晚的通缉犯，沙怪利用超能力化身为沙尘暴袭击运钞车，他砸裂车顶，再化作无数沙石涌进车厢。蜘蛛侠很快赶到，一拳怼向了沙怪，W 猛踩车门，用蛛丝粘住飞驰的运钞车，来了把公路冲浪，飞上车顶一个扫堂腿，干没了沙怪半拉的身子，却不料大哥再次恢复原样，拳头竟变成了重锤，直接将他抡到了车底。最后人没抓着，自己还整了一鞋沙子。事后警察查出，沙怪正是当年杀死叔叔的真凶。W 这下彻底急眼了，再次穿上黑战衣，在隧道里堵住沙怪，二话不说直接开干。他将沙怪按在飞驰的火车上，直接磨没了半张脸，恢复了再接着一拳怼碎，最后直接将人揍进了水坑里。沙怪遇水成泥， W 见状直接掰开水管，将沙怪融成了烂泥冲走。紧接着 W 找到横刀夺爱的钩子，哪知道大哥上来哭吃就是一刀，接着跑进实验室抄起激光剑，结果却被自家的飞行器怼飞了。W 对他冷嘲热讽，好一顿数落，钩子垂死挣扎，朝他扔了枚炸弹， W 迅速躲过，又毫不留情地将炸弹还了回去，直接把人炸毁了容。打那之后， W 走哪儿都穿着黑战衣，他变得嚣张跋扈，撩妹技能也是爆棚，电话亭、大街上、报社里就没有他拿捏不了的妞。此时的他逐渐黑化，最后居然失手打伤了心爱的大力微微，这是一身成了精的紧身衣， W 怎么撕扯就是拽不下来，强忍剧痛把他扒了，那黑耙子顺着墙壁重新认主，嘎巴就寄生到了男人身上，新型毒液就此诞生。他联系上沙怪，俩人结盟，准备一起对付蜘蛛侠。毒液掳走大力微微，将他困在车里，并高悬在18层楼高的半空，沙怪守在外围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救援。 W 一个人指定干不过他俩呀，转头去找钩子帮忙，但大哥脸都毁了，指定不能干呢。赶走 W 后，管家出现，他告诉钩子，他爹是被自己的飞行器干死的，跟人 W 一毛钱关系没有。这时 W 已经赶到现场，刚站上车头，毒液立马出
出现，出租车秒变敞篷车， W 被粘在毒网上动弹不得。这时大力微微远程辅助，一石头块砸下来，给了 W 反击的机会，俩人从高空坠下，进化后的沙怪拔地而起，毒液趁机释放毒丝儿将 W 绑住，沙怪抡起重达千吨的拳头照着要害处猛锤。就在 W 快要不行的时候，一个炸弹突然袭来，钻进沙怪体内，直接轰没了半张脸，那把大哥难受的刚吃的腰子都吐了出来。原来是醒悟的钩子前来救援，哥俩齐心协力成功把沙怪炸成了沙化，但毒液却不好对付呀，他抓住蜘蛛侠正准备痛下杀手，却不料钩子飞身挡下了致命一击，瞬间领了W 发现毒液的弱点是害怕声波，于是他抄起两根钢管猛地一敲，震得毒液嗷嗷直叫。这还不够解恨，直接用钢管插出个法阵把他困在中间，嘎嘎一顿乱敲，毒液痛苦挣扎。 W 趁机把被寄生的男人拽了出来，正打算将毒液炸死，但男人却因为贪恋毒液的能力飞身扑上，与他一起化为了灰烬。被子将神推吟诗一首，毒液蜘蛛会武功，变异沙怪犀角松，绿皮滑板在空中，正版蜘蛛天地通。打扰了。